会是小叮当，让你们帮我选地球还真是没有悬念呀。好吧，那就这颗绿色的啦，它的颜值真的挺高的，今天就用它和这些夜光胶带做一个夜光的黏黏球。这些夜光的胶带好美呀，我还没有黏过夜光的球球呢。绿色的宝石，那就用绿色的胶带来打底吧。我的天，它怎么这么脆呀，有点难卷哦，这也太难了吧。换了另一个颜色的胶带还是不行，是不是因为我这块石头不圆呀？这样不就圆了吗？刚刚我用这个珠光胶带把它粘了一下，现在再试试，好家伙，干脆直接粘不起来了，这到底是啥情况啊？用这个有粘性的万能球把它先拉起来，再移花接木，哎，又断了。Lady Gaga 呀，我也不知道我试了多少次了。咱就是说吧，我只想裹一圈，咋就这么难？唉，心好累。终于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失败，好不容易卷起来了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关灯给你们看看效果。哎，明明是紫色胶带，为什么是蓝色呀？不过在黑暗当中，这个蓝色的夜光球球还挺好看的。好啦，那今天来说说你们的黏黏球球心都是啥奇葩的东西呀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